Good morning, 我是 Sean， 今天会带一班朋友去我们这边槟城的一个沉船钓点，苏联沉船 Russian Wreck， 去那边玩一个 micro jigging。OK， 所以我们这边总共有六个玩家，加买船老有七个。OK， 我们主要的目标是一竿东贵，就是我们马来西亚其中一种小型的毒拿。OK， 同时我们会可能会遇到了马鲛鱼，会遇到 GD。So， 要看大家的努力啦，然后祝大家好运。So， 我们现在刚刚到达 Monkey Beach， 因为我们在这个路程上遇到了一些暴风雨，所以我们会暂时在这边休息一下，等它过了，我们再继续往我们的 destination 出发。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会用到的子弹，我们的 jigging 的方法会是 micro jigging， 所以我们会用这种20克的铁板。OK。那平时我们 jigging 呢，我们都是只是装一个 SS hook 或者是 double 的 SS hook， 然后今天呢，我们会下面再加一个单钩，因为我们会追鱼群，所以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这个 jig 会被同时被两只冬怪咬中。OK， 再来给你们看我们 jigging 的 setup。首先我们会绑一个 swivel， 连接一个 speed ring。OK， 然后到我们的 Kevlar 过后才到我们的这个单钩。所以这边呢，我们会直接绑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main line 或者是 leader。OK， 看到一次。哦哦，追追追！你都不用下很久了，十五秒、二十秒好了。过令过令过令！哇哇！有力哦，对哦。哇，这个有力哦。体型差不多一样，但是它的力水。哇塞，真的是怪了哦，这个啊。过瘾了。跟啊跟啊。快进快进。哇 ，nice。你比较大只啊，大只啊，大只。你先几磅啊，你的？你的杆来的，抓你啊，你的杆，你那个马林那个。OK， 我拿去那边啊。哦 ，good 啊。来。不是你钓先啊。行，好吧，行。给我先好了。OK， 我给你先，你给我杆，我摆。OK， 我摆啊。这只大。嗯。哇，这只大哦，喂，兄，这只十块钱哦。我讲你这只大，不是我那只大。
啊，双这是大好准，妈的！喂，你这是啊，你这是干，我拉喂！哦，你看什么鱼？你的刀，要刺你的脚也很凶啊！大兄，嗯，大不大？一个哦。哎，勾到身体的、啊。哦，我勾到身体。哦。来一拿，再给你。来 ，Thank you。我吓到他那个机停掉准。哇，石窑哎，每年去两手哦。哈哈，到了。麻椒，麻椒，贝卡，兄弟。你用什么？麻椒，难怪我离了咖喱大碗啦。刚才中猪也中。也中啊。啊，破气。也是下大碗来。下碗。啊，下碗。收收。直接拿去啊！啊，你要直接松掉，你要直接断掉它。断掉了。该。来最后，恩吉利。好呀。罗罗啊。Yes， 脚松开。呜呼。哦 ，Yes 啊。Thank you，Thank you。